在游戏中，米莱迪是一个比较有特色的法师，有大量的 AOE 伤害，还有稳定控制。最重要的是，米莱迪可以召唤机器人，天线推塔都很快，这样的米莱迪就很让大家头疼。不仅技能会被机器人挡下，还会被米莱迪一直消耗，根本不敢过去。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况，该如何对付米莱迪呢？本期视频就给大家介绍一个米莱迪的天生克星，他能从前期压制到后期。这位英雄就是周瑜。周瑜的优势也在于 AOE 技能，不仅可以在地上放火封敌人走位，还可以造成一定伤害。如果机器人想要靠近周瑜，周瑜就可以释放技能将机器人吹走，甚至周瑜的吹风还可以吹到地火，使地上火的面积更大。而米莱迪的机器人是没有走位，不受控制的，所以只要周瑜在兵线上放好了火，机器人就会很乖地往那儿走，结果就是被烧毁。如此一来，米莱迪对线周瑜根本取不得优势。对于米莱迪的天生克星是周瑜这个说法，大家认同吗？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。